活不长了。只有中路，中路难了。没事，我们靠主播的小技巧也可以取胜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一波冰山二啊，怎么被摇摆了这么多个符文还一血开出门啊？哦，我寻思他刚才排了个眼，拿了个头啊你。哇，压力好大。没学 Q， 那他控不住。Q 技能接位移 ，W 转一下。我从不妥协。不要让他升三。速战速决吧！啊！哦，我没带灵光披风。哎呀，我这个 Q 闪，不要让他升三。哎，我急了，兄弟们。这是辅助，没信号呢。怎么这把有两个小丑啊？不是，打野来抓我真的合理，那辅助来了一个信号都没有，突然到我这里，还好主播没事，兄弟们，我没什么病啊。这要有心脏病不得人直接嘎，还想把我一起弹走是吧？哎，这被摇摆了，拉满了，兄弟们，这个。伏笔太多了，我这把被摇摆了符文。正常打这种法师，我肯定有灵光披风的。哎呦，妈！亏的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这刚才火男这波我闪现应该能懂吧，兄弟们？不过这个也是我的失误。我被摇摆了，应该得记住这个点。我们被摇摆了，这选英雄知道了，但是进去游戏还是没执行这个被摇摆之后的打法。我想着我应该带了那个灵光披风的。砍倒现在都是零，然而有。怎么敢 A 他的 ？Q A W 走位，再走，还在走，人呢？都 A 我的塔了。减速他，别的不用，就减速，兄弟。凯旋，哇，啊，凯旋有奇效，兄弟们。有利有弊吧。从不妥协。我操！虽然没灵光披风那一波，但这波凯旋也把我救了。小丑波又来了吧？我想知道。他这波来，我真反杀。速战速决吧。哎。哈哈哈哈！哦，凯旋，是你吗，凯旋？凯旋，我的伙伴。OK。猴子还敢抓我？没看我溜了。无处可藏。
我操，不对呀，妈对面都有分身，妈猴子 W 装甲猴，小丑大招一伙人傻了，兄弟们，对面打起来有七个人。第三下，第四下，叮，第四下就得让他在 A 过去的一个途中，兄弟们马上要到了再去放出来，人直接闪。哎，他这个一技能这么远的吗？我这站在这都能啊，我难越来 越看不懂了，说什么这英雄只有傻瓜完事。哎，暴露了，在打龙了。哎，隐身被破了，大招空大。哎，火男的弹还是弹回去了吗？进巢，卡视野，往这翻，凯旋。有眼 AQ 凯旋，凯旋、啊、兄弟，以后就靠你了。锁住，我操，有奇效啊！谁还说我带错被摇摆，兄弟们，就这么带。哎，眼上走过来，这眼是假的吗 ？Hello， 你还点个恶魔小丑存活，恶魔小丑点恶魔小丑点自己，我操！哥们，这眼不是你放的吗？他眼上走过去的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说实话，我很不理解国服为什么要放视野呢？很多都放了视野，他们都不跑，那做他来干嘛？哎，人有点多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压力好大。哎呀，这么多，我少了个 ADC。凯旋。兄弟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猴子还在，蹲了多久啊？这是。直播看多了，觉得能反杀。关键是他死了之后还点了一下恶魔小丑存活呀。像主播二级那一波，我被抓了一个信号都没有，眼也没有，那总在合理。像这种放了眼，然后眼上走过来的，
对吧？被杀了之后还点一下对面为什么来了。这个只能说，虽然下路没点信号吧，但这个眼看到了，无处可藏。眼上走过去的，像这种对吧？钻石大师分段不太应该。段位与实力不符，只能说。他们的骨头。这要是青铜白银，兄弟们，我说实话。那还看锤子呀，这个是钻石大师啊。哎，巧了，就我一个大弹走，管着跑，接着抢卡视野，哇，他被控了好久。哈哈，想抓我？这两个人睁眼人傻了没？他们活不长了。哇，砍倒打了四输出，作用极大。来发挥出我砍打的作用，好像他有点赛脸。啊？怎么我也想不到会从你身上蹦出来这信封。牛逼！这哥们虚晃我呢。OK， 擦肩而过，亮剑反转，我过去，小丑过来。这符文被带错了，被摇摆了，我靠！这大招怎么打了这点伤害啊？好肉啊！太有趣了！哪个是真的？我想知道。哦豁！速战速决吧！说实话，小心，我先走了。先吃个河蟹吧，吃完河蟹正好大的好了。注意看果男的动向 ，OK。视野消失之前往我这跑了。往前翻，爪刀过去，一个平 A 一个 W 就刮死了。我靠，压力这么大。真是。哎呀，头哥，我操，爪刀这装备不比我差呀？什么状况？无处可藏。现在我们战绩持平，我杀了十个，两个助攻，十二个团团，总战绩持平。好像有点不得了。来个这个吧，哎，声音是不是有点 bug 啊？重置一下。打了一整把，我终于发现了，我刚才一直没有声音啊，扔飞镖什么的，没有这个打击感。
没有感觉。速战速决吧。能团吗？哎，赶紧团，赶紧团。不然队友受不了了，对面运营都能给我队友运营上。 W 预判小丑，小丑不过来吗？无处可藏，动手啊。团团呢兄弟？我操，这个传送门多少秒来着？我第二个传送门都好了，干嘛？一闪，走位，牛，还在跑。团个锤子，谁说的团？这传送门多少秒，兄弟们？nice， 我就一直说我们打团可以。虽然这一波吧，虽然我第一个传送门过来，第二个都好了，还没打起来啊，但是这波能打赢，其实我也想得到。可能我们就差一个助力啊，假装直接当傻子，当对面膨胀。对面觉得对面行了，直接就记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哥。十个人头怎么打得这么憋屈？啥原因？讨厌你那么说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我什么原因？我这么大优势玩得这么被动呢？就你是小丑啊，你还真是小丑。速战速决吧。啊，接到了哥，走，来走。过来抓我，龙不要了是吧？笨蛋，这波得上去限制他们，但我上去正好接到卡莎 W， 隐身白费了，赢了就好。叶之风刃了，叶之风刃一伙不用怕了。想了一下，就是因为缺少夜之烹饪，因为对面都是 反手控制，小丑的盒子我不能踩到，卡莎 W 不能碰到，我拿的 Q 猴子的大，我五个反手控制，我们刺客就怕这种，所以我们一对一的时候或者抓蛋的时候还可以，打团就难了，五个反手控没有盾太难打了。给大伙科普一下，男刀的斗篷身上披的那件衣服就是原这个夜之烹饪，
原皮的斗篷，就没有皮肤的那个。干嘛？不礼貌，打断我说话，那就死。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这样？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然后，爪刀是男刀的，爪刀就是男刀身上拿的那件武器，看到没有？一比一还原，兄弟们。就背景故事什么的，这个不重要啊。但是他手上拿的那个模型就是这个东西。你看，我们三件套，两件是自己的。要不说咱三件套无敌呢？这个是真的。左边的那个掉血掉得快，右边的掉血少。真身有抗性，有护甲。这是个小细节。真的要打这个肉吗？好像能杀。就收了。哎，我操！你是？哈哈，这哥们看到我逃跑，正好逃到这个凯南脸上了。找到阶段一个 AQ， 挺好的。盾留着，防止他一会撞我。我要被撞起来的话，卡莎就要飞我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丑什么时候来的？完了，500闪金加600闪金，打了。这波起大飞。哎呦，还有秒表，完了，嚯，一瞬间半分钟，兄弟们死了3-4千块，加油，不会要翻了吧，这把，没事，说到翻盘，小丑第一个不同意。这个能说？速战速决吧！打的要飞我，根本我都不动的，压迫感。你敢飞？飞一个试试。我从不妥协。
倒着打，猴子都往下走了。幽梦是谁的吗？幽梦，说到幽梦我还真不知道。这赛案全是肉，来我看一下我的砍倒到底有没有用。啊，猴子血量不比我多吗？怎么刚才336这还是336啊？这个砍打对猴子没用，但他都是血量装啊，估计对这个赛恩有用。赛恩4000多血，面痛苦面具是使女的，好像还真是。痛苦面具的装备图案好像就是使女的脸。这么残忍吗？哎，后面怎么有？后面的人怎么死了？我操，这把血贼！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难道真潇洒？这都是无法形容。